一念生父，他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恒毅梦。恒毅梦呢，就是在这个西南区建立一个恒毅分校。恒毅白杨八路分校的这个建委会，我们的一个目标呢，就是把三栋主要的建筑物把它建好，那就是行政楼、教学楼以及综合楼。那么为了充实这些设备呢，我们需要一笔钱，现在初步我们预测大概需要500万。栋楼的那个教学楼里面呢，很多教室还是空的。那么我们目前所有的设施呢，只能够我们目前的设施呢，只能够应付目前中一的学生。那么随着来的呢，可能这三四年呢，我们要应付更多的那个新生，所以呢，在内部设备方面呢，我们需要增加甚至提升。尤其好像我们呢的图书馆，我们的图书馆呢已经备有这个5000多方尺的空间啊，属于双层。我要在这个趁这个机会呢，感谢我们的这个《光华日报》以这个救起崇文来帮我们恒毅筹款。恒毅中学扎根本土，放眼全球。